重死了，我的腰好酸呢、哦。这把斧头怎么这么重啊？师父，为什么我们每天都要做同样的事情？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要结束、啊？你把一杯盐倒入一碗水里，然后端过来。是，师父。师父，水端来了。你尝一口看看吧。哦，好。咸死我了。哎，我叫你尝一口，又不是叫你把整碗喝下去。跟我来吧，你把同样的盐放进壶里，你再舀起来喝看看。不咸了是不是？人生的痛苦就如同这些盐，但是容器的大小能决定痛苦的程度，只要你能放大承受的容积，你就再也不会感受到任何痛苦了。